炎炎夏日，我们的邻居南韩爆发了超级细菌感染，13家医院总共63名患者检查出感染了这种简称 CRE 的肠杆菌。那么这种超级细菌目前最高阶的抗生素都杀不死。恐怖的超级细菌席卷南韩，南韩防疫卫生当局证实，他们在民众身上检查出感染简称 CRE 的肠杆菌，随即启动防疫机制，将带菌患者隔离。슈퍼박테리아가집단으로발견돼비상에걸렸습니다지금까지확인된보균자는63명 CRE 超级细菌是目前对抗生素产生抗药性最强的一种肠杆菌，它可以分泌出一种酶，让抗生素失效，也能让其他细菌对抗生素产生抗药性。슈퍼박테리아라는게얼마나위험한지또이에대항하는우리의의료실태는어떤지집중조명했습니다过去南韩每年大约有600人感染超级细菌，但这次确认的种类在南韩是首例，在全世界则是第二次。南韩防疫机构正在研究如何切断传播途径，以免疫情持续扩大。中天新闻综合报道。